停车。快给我追。老板，前面没有路了。趴个球撞上去。我不敢。经过十场精彩的角逐，今晚我们将决出本季的总冠军。到底顶级魔王的桂冠将花落谁家？是常胜将军陈正，还是魔坛鬼才费正明？让我们拭目以待。正明你好。主持人好啊。身为一个顶级魔王，除了精彩的魔术技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意。不知道李先生想请我帮什么吗？超水，我公司最前沿的高科技研究，只需要小小的一滴，就能够把100万立方米的液体净化成最纯净的水。非洲、中东太多干旱的地区，很有可能会因为超水而成为最适合居住的绿洲。你说这些我听不懂。我想你的意思是，配方被偷了？比那更糟糕，他们偷走的是超水原液。如果真的想让超水批量生产，原液就是基础。然而在38小时之前，我们的超水原液被我们的老对手星河集团给偷走了。那里恐怕戒备森严，我一个人办不到。没关系，来帮你的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和你相同的酬劳。四条，发财。你好，您的啤酒。得，你们玩，我先走了啊。哎，没打完，那你就走。钱直接打到我账户啊。你的眼睛在看，但是你的脑子在思索，在过滤，是不是这样吧？是不是这样吧？
吹口气，是不是张牌？哇！是不是张牌？哇！哇！那里就是星河集团，货就在里面。不就偷个破罐子吗？干嘛多找两个人？就凭当年咱俩那身手，还有摸不到的宝贝吗？一个老千这么狂，小心你的两只手。等你见到哥的实力后，你一定会爱上哥的。哦，是吗？前辈们，螳螂捕蝉，麻雀在后啊！懂辈分就老实点。现在这道上的孩子是一点规矩都没了。别闹了，说正事儿。我的钱！执行任务期间，我们每个人以代号相称。任务成功之后，我们可以拿到一个亿。又来这一套。两件事，一，听我指挥；二，赚钱做人。哦，来来来，买庄买闲，买定离手。买闲吗？买庄买闲。装吧。先生，你又来了。OK， 切牌。行哎，门禁卡呢？低头。哟，搞定没啊？走。麻雀，行动。什么情况？怎么又停电了？谁呀？修电路了。哦，进来吧。哎，干嘛呢？维修电路的，你看人家工程部的工作效率多高，跟人家学着点啊。今天怎么这么快啊？专业呗。
搞定。干嘛？哎，怎么了？上班的时候少下点爱情动作片，容易过载。我去，楼道监控已全部关闭，但办公室内的监控是独立的，执行 B 计划。收到。麻雀就位，麻雀别动，不会只有监控那么简单。搞定。随后行动。当年应该是长鸡豚吧。我可不是专门给大爷们表演的笼中小鸟。汇合。这么晚回公司，姐，冯家洛回来了。我还有多少时间？根据你所在的楼层和位置，冯家洛要抓到你，最多不超过两分钟。不行，撤离的时间都不够。妞儿，别怕，哥来救你。抓紧点，抓紧点。上天台，追！收到，收到，上天台，快快快！别那么看了，快！给，走。那边，人呢？人呢？回去，走。
麻雀贼哦。继续原地隐藏，执行袭击计划。吴阳，出来找我。最他妈讨厌这个环节了。挺适合扮女人的嘛，星河那帮家伙全都上套了。哥们儿，我要当演员，肯定得影帝。你觉得这台车能开多快啊？这车能开多快呀？哎，大哥，快开吧，后面人都追上来了。加速，给我追上去！游戏开始。老大果然是神经尿酸，果然是一个人都没用。他这个人就是太理性，什么事情都得算清楚。带他们兜圈子，你就布阵。好。老板，前面没有路了。怕个球，撞上去！我不敢。干！废物！是跑不掉的。淡定点儿。Oh my god， 1亿，我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钱，怎么淡定？怎么淡定？瞧你这点出息，就是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就这点钱，还没哥当年在澳门一个晚上赢的多呢。那你赢的最多是韩元。这笔钱，你打算怎么用？开个赌场当老板。你还是开棋牌室吧。哼，棋牌室可是高手云集啊，我那儿还缺个老板娘，要不要跟哥一块走啊？我看你还缺个娘。哎，麻雀，你有什么计划？我打算开个魔术剧场，到时候你来看我表演。好啊。这是我的想法，别抄袭我。他人到了。
澳门巨鳄就此诞生了。德行，去去。感谢你们为我物归原主，你们为全人类做了一件好事儿。麻雀，诸位可以看看你们各位的账户，给他。合作愉快，咱们后会有期。还是后会无期吧。也好。老猫，这也是个懂行的主啊。他和我之前见他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应该只有一个人，好像是，但是那个女秘书不好。怎么了？交易被撤销了。什么？妈的，耍我。他知道如果赢我们，我们肯定会找他麻烦。他约在了这里，一劳永逸。好，这里暂时安全了。这他妈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过河拆桥，用完了就灭口。不行，我得杀回去。杀回去？你拿什么杀回去？你们口袋里有事先买好的车票，散了吧。可是事情还没搞清楚。就是，被人追着屁股炸，这口气我可忍不了。得了吧。谁他妈都不干净，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你他妈就是个懦夫。懦夫，要活着才能东山再起。够了。失败，各自散吧。新的身份和证件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此地不宜久留。他们可能知道我们没死，散了。可是老大，对，我是老大，规矩我来定，不用讨论。老大，我不走。贼哥说的对，我们钱没赚到没关系。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被欺负了。我已经决定了，任务结束。
后会无期。你永远都是这么冷血。老陈，你去外面超市看看，哪里有卖这种补课的？好的，老板。怎么这么快啊？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知道这张牌是谁做的，这个人我找了他很久。你有什么建议？合作，我需要事发当天所有的监控和资料，以及一笔与超水相配的佣金。至于你的东西，我完璧归赵，想好了打给我。人已经走了，既然我是担保人，有什么事冲我吧。走了，冲你？行啊，那他妈两万你还？给我一个月，我能筹到钱。一个月？我他妈叫你会不会跑了？一日兄弟，终身兄弟，他的账就是我的账。我的看多了吧？我他妈告诉你，今天不还钱，他妈拿命玩！走。回魂了？怎么了？你为了这点事儿就寻死，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费正明？
别担心，没事儿。朋友之间要互相扶持，欠人的总是要还的。对不起你了。爸！爸！任何父亲，任何感情，一切，最后都只会变成伤害。情书可以再传，但其他的，我输不起。好，说点正事儿吧。资料我发你电脑上了。这个人叫徐浩，泽成集团的前任首席科学家，在我们接到任务的前两天被李泽成开除了。继续。李泽成开除了他和几乎半个团队，但奇怪的是几天前又找到他们，威逼利诱逼他们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并给了每人一笔不小的赔偿金。潮水竟然研制成功了，为何要开除科研团队？除非李泽成根本没有研发出潮水。根据这姓徐的口供，他们虽然也在研究潮水，但能力不足，而且最重要的潮水原液却迟迟没有进展。所以潮水原液一开始就不是李泽成的，而是冯家洛的专利。李泽成拿我们当猴耍，还想免费。我从姓徐的手上拿到了这个，这是泽成集团的一部分科研资料，不知道能不能证明李泽成干的好事。看来事情远比我们想的复杂。那我们就去查清楚，然后给他一个教训。太危险了，你见识过他的手段。可是潮水在李泽成手上很危险，这东西能造福多少人就能害死多少人。如果李泽成用潮水大规模的淡化海水改变水温环境，确实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那就会是他的筹码，他可以以此威胁全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看来我们要改行了。切回正题吧。如果要干，要有必胜的把握，就从这封神秘的邮件开始查。但我需要个高手。谁呀？说高手，高手的到了。
费先生，别来无恙啊！小心老娘告你非法拘禁！罗小姐，比起你的那些无比绚烂的盗窃史，我做的这件事，真的只能算是正经生意人的不得已的手段罢了。你有什么证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魔术师不超过1000人。可最近在本市，居然密集的同时出现4个，想找不到你们都难啊！看来你找到了可靠的帮手。没错，我有秘密武器。师哥，他谁啊？我师妹。好久不见。还不够久啊。喂，小妞，你谁啊？她叫蜂鸟，表面上是舞线女演员，实际上是黑客，同行。我还是他女朋友。曾经的。当初你留下100万和一张字条，说是分手费，然后就消失了。我找了你这么久，钱我早就花光了，没钱我们还怎么继续分手啊？好了，你们的私事回头再说。蜂鸟小姐帮我找到你们，还有你们的同伙，我想我们有必要谈谈。你想干什么？我要你们拿回我的东西，然后再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人渣。那之后，我们之间的瓜葛便一笔勾销。好，我帮你把东西拿回来，但只能我一个人去，其他人不能参与。不行，说好的一起报仇，轮不到你一个人称英雄。恐怕你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可是实时监控，很显然李泽成已经知道你们都活着，我的人就在旁边。如果你们答应接受这个 offer， 我想他们有办法救你的兄弟，否则只是给我又增加一个李泽成的罪证罢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李泽成干的。师哥，猫头鹰，快点答应他吧。我答应你。好，一队二队行动。你谁呀？我认你吗？哎，你谁呀？干什么？目标丢失。我的情报透露，3天后李泽成将会发布抄水，到时候一切都晚了。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对不起李总，任务失败。下去吧。你好，乌鸦，我是蜂鸟。这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会不会是鸿门宴？结果整这么一大美女，得，今天这饭我是吃定了。闭上您的嘴，就不会是鸿门。跟我来。皮埃领军。请坐。你就是麻雀吧？对啊。你是哪位？跟我来吧。
稍等。这他妈哪个孙子安排的事儿啊？还能有谁？当然是老大想我们了。也对啊，毕竟这猫头鹰的脖子能转180度。哦，他挺挂念你们的。看看，我都说什么了？你们又一起合作了？差点又撕一回。鸿门宴，那老大人呢？不带劲儿。很抱歉用这种方式请大家过来。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大家好。我是猫头鹰的女朋友，蜂鸟。哦，是我师妹。无恙，我想先谢谢你。以前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要不是你做了决定，我们现在早就已经被端进去了。职业敏锐度。必须的。麻雀，很高兴再次见到你。那老大，我们这次要干什么？干什么都去，爆头，老子不去。菲欧，谢谢你，帮我做了这个决定。过去我一直坚信，行走江湖最需要的就是理智，任何多余的情感最终都会酿成恐慌。但凡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就千万不要讲什么江湖情谊。你们跟着我赚钱，却险些丢了性命，按理来说应该就此打住。找人算账，确实不是我的风格。最近，我发现李泽成私底下和恐怖组织有所联系。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肯定离不开伤天害理这一条。我一直自诩侠盗啊。但求问心无愧，但似乎也从未真正的劫富济贫。匡扶正，是时候做出一点改变了。奥巴马 ，Let's change it. We need. 哼。你们想想，一旦李泽成将超水原液卖给恐怖组织，对人类世界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灾难。所以这一次该我们回馈这个世界了。我们自己犯的错该有我们自己的终结，世界需要我们。被世界需要，我喜欢。他娘的，干死李泽成这件事儿不能没有我。当英雄拯救世界，艾玛不错。
我早就说过，他们都挺牛。很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必须要从李哲生的手里夺回超水的一面。李总，请问你是？我叫安迪，是中东水月集团亚太区总裁的特别助理。这什么公司啊？中东地区最大的水资源垄断企业，是李泽成一直想要合作的对象。不会穿帮吗？早有准备。久仰大名，贵公司可是为了中东人民造福不少啊。李总不必这么客气，造福谈不上，我们就是垄断组织，中东70%的淡水都由我们提供，你懂的，海水淡化吗？昂贵且低效。那是当然。所以我们的合作也就顺理成章了。安迪小姐，不知道您指的合作是？我们的合作当然是超水了。什么超水？李总不必这么紧张，生意人嘛，自有情报渠道。想想我们有多需要他吧。打给我。快，还真是个狐狸精啊。鱼上钩了，邀约的时间是明天下午，大家做好准备。风亮，干得漂亮。李总，他到了，把他带到天台酒吧。超水项目还没对外发布，安迪小姐消息渠道真是让人心生畏惧啊。这样一项伟大的科技问世，如果我们中东水业都无从知晓，那才是悲哀呢。不知道贵公司想怎么合作？这个城市如此令人着迷，你觉得呢？当你每天生活在其中，你就不这么觉得了。中东淡水资源紧缺，贵公司的超水产品一定会引起各国的注意。你想要买断合作权？不，我们没有这个打算。如果说中东水业几十年的垄断经验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所有制定好的垄断策略最终都会被市场打破。黑市、地下交易、走私，无数的私人小作坊会兴起，深入到我们还来不及占领的各类市场。
那我就不明白这次安迪小姐来的目的了。我们要真正的走在前面，占领市场，超水产品没理由不公开售卖。但前期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有效生产，却需要生产商自己去摸索。我们争取的是时间，如果我能提前半年拿到原液，那成本的控制将是无人能敌。很聪明。到那时，私人和小作坊的成本将比我们还高，这才是真正的垄断。所以你们想要的是原液？没错，我需要尽可能多的原液，价格随便你。30毫升，10亿美金。50毫升，15亿美金。私人转账不留痕迹。成交。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总得让我先见识一下吧，然后我就可以下班放松放松了。OK，Cheers。用包发电报啊，只有女人能想得出来。电容识别，哼，小儿科。我们时间不够，最快的办法是拿到李泽成的指纹。朋友，正如同你所看到的，我们对超水原液的保护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有着异乎寻常的安保措施。的确，非常严密。个屁！请。超水原液，安迪小姐，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你的面前。哎，小心啊，这可是有红外线装置。好。监控确认。只要一滴原液与配比液一同加工，就能够把整个死海变成一个淡水湖。天哪，李总，请。好。我去，真是太神奇了。你们都下去吧。是是。这是我私人为你准备的一个小礼物，里面可是有一滴超水原液。谢谢李总，我也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未来就是我们的了。现在原液的位置确定了，可是难度还不小。蜂鸟会搞定李泽成的，虽然实验室关卡重重，但为了保证恒湿恒温，他们使用还是传统的通风系统，而该系统极有可能和大厦的通风管道是相连的，咱们可以从这入手。他们用了这么先进的技术，
却只连接了大厦的通风管道。感觉越来越像个陷阱了。我和目标回办公室签合同，估计能拖出一段时间。开始行动。知道了。那么李总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吧。好的。去。冯亮，麻雀掉线 ，Plan B。什么事？好像是22区以下的水管压力通道的报警了。收到了。我们收到3721区的水系统压力情况，所以过来排查一下。跟我来。只需要5年的时间，啊不，可能更快，哲成集团就会成为全球市价值最高的企业，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以匹敌。到时候李总可不要忘了我们。血压控制系统在哪一区？21区。但是21区根本没有响。我们确实受到警报了，我得进去把它关掉。警报没有响，你就进不去。等一下，我的电话。你看。带路吧。好，走过来。干啥呢？
动作快点，给。老猫，你用过这玩意儿吗？没有。那怎么办？你先上。我先上，那这遇到危险怎么办啊？真磨叽。克鲁蒙卡，克鲁蒙塞，克鲁塞卡，蒙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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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蒙卡，克鲁蒙塞。老天爷呀！好险！风流，指纹识别。林总，你在商界呼风唤雨，想必首相一定不凡。你要看首相啊？略懂。有了。淑女传授。我摸数据。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姑娘，撤。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天再约，我今天要回去工作了。安妮小姐，走得这么着急啊？我看李总比我更急。不要。密码被人改过了，和蜂鸟给的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我从通风管道看看能不能到墙的后面钻一个孔。这里交给你们，我们分头行动。就这么办。嗯，抓紧一点。不要啊！你试着把密码给破了。好。不要，抓紧点，时间不多了。OK。我要是你们，我就不会这么愚蠢。你们和冯家洛合作，
真是让我省了不少事啊。尤其是看着你们一步步走进我不好的坟墓，真是一石二鸟。我们是要输了吗？情况不乐观。看来你还是留了一手啊。No。我是时时刻刻掌握着全局。李总，我调查过了，可能没有安迪这个人。知道了。把他们丢进电解池。等等。先让他们参观完葬礼再扔吧。曼丽，你们还有同伴吧？走，贼奥，别动，别动，贼奥，贼奥，走，贼奥。飞先生，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们今天可能真的后会无期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别他妈用这种手段！娘炮！别动！你是乌鸦吧？人说乌鸦嘴是会倒霉的，看了一点都没错。你如果想杀我们，我建议你手脚利索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活下来，肯定会找你报仇。电影里面杀人之前都会唧唧歪歪很久，但是既然费先生这么坦率，那么我就让事情简单点。你们看到这个电解池，就是制造超水最关键的设备。不出三个月，我就会储备足够震撼世界的超水。不过到时候，你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还是得恭喜你们，你们成为我成功计划的一份子。你已经有足够的超水了，你还想要什么 ？No no no。当你有了一个很强大的武器，你应该思考的就不应该是怎么通过使用它赚钱，而是别人肯为你不用它而付多少钱。王八蛋，不得好死！哼，比如说嘛，如果我现在往大海倾倒一立方米的超水，当全球的海水都变成淡水的时候，哇，那将会是比彗星撞击更可怕的灾难。你果然和恐怖分子有勾结。我只是即将重构这个社会的秩序罢了。曼丽，杀了他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发布哲诚集团今年最重要的产品。这也是哲诚集团成立十年来以及未来十年内最重要的产品。每年将近有600万人因为缺水而死亡，全球有近10亿人口生活在严重缺乏淡水的区域，他们一无所有，也因为严重的缺乏淡水变得岌岌可危。不过这一切
将从今天开始都成为过去。哲森集团的全新商品超水是以1:1000万比例淡化一些液体，超水能够将整个干旱地区的池塘变成清流，能够将苦水变成清泉，所以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人因为缺水而死亡，也不会再有人因为缺水而痛苦。超水的核心产品目前加速生产当中，我们预计在6个月后开始销售，全球范围全货支付。李先生，我是亚洲新闻科技的记者，那能不能让我们提前看一下超水的庐山真面目呢？没问题，我现在就为大家展示超水最核心的部分，超水原液。不好意思各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是我们夜以继日的科学家们在发表自己成果的同时给大家增添的一个小小的幽默。我去把科学家找回来，让他们向各位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大家稍等。李总，别来无恙啊！怎么可能？我们是魔术师，你忘了吗？哎呦，李总，你不想知道你那一石二鸟的计划是怎么失败的？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初中的物理知识，纯净的蒸馏水其导电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是那是电解液。超水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把任何液体变成纯水，记得吗？只需要小小的一滴，就能够把100万立方米的液体净化成最纯净的水。这是我私人为你准备的小礼物，里面可是有一滴超水原液。怎么回事啊？是你们偷走超水的，可是不可能。从21区开始，你们就一直……当然不是我俩干的，我们可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呢。李总，别着急走啊！可是你们并没有打开超水装置啊！我从通风门呢，看看能不能到墙的后面钻一个孔。贼友，李总，在魔术师面前最好别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智商。你不是山寨周杰伦？你不是就……我最讨厌别人喊我山寨。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打倒？我李泽成可不是吃素的，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加倍奉还，让你们生不如死。哎，请问李总，是什么促使你把股份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的呢？你说什么？有人说您签署股权捐赠是可以炒作，对此您否认吗？什么股权捐赠？就是您宣布把股权全部捐出去的事啊。大家好，这里是蜂鸟早知道。泽成集团董事长李泽成近日宣布将所有财产捐献于慈善机构，因此引发泽成集团陷入一度混乱。李泽成本人目前在本市二院接受精神治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蜂鸟早知道，我们再见。洪总看起来心情不错呀。我真的得感谢你们。但很可惜啊，抄手原液不能给你。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是交给政府保管比较安全。李姐，好消息是我已经取得了独家研发和经营权。至于抄手原液放在我这里，会有很多坏人惦记。认识你很荣幸。我也是啊。这是你们的酬劳。冯总的好意我心领了，但钱就不必了。我已经拿到更好的报酬了。哦，是什么？正义。这次的行动对你的改变还真不小。算是吧。换做以前，我们能看见的也就只有支票了。是吗？以后可能连支票都看不到了。你还真的想当大侠啊。对了，那天晚上别自作多情了，我只不过使个美人计，让你走出童年阴影。像你这样的，我可无福消受，留给你的小师妹吧。当英雄可真没意思啊！我这是折腾了大半天，我这一毛钱都没捞着。不会啊，我觉得蛮刺激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李泽成最后看到我生无可恋的表情？是呀，他怕是这辈子都还不过来喽。不是，这猫头鹰都这点了还不来，该不会和他的小师妹私奔了吧？我说，亲爱的欧欧小姐，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到哥的齐白石当一下压寨夫人？我不解风情。
老毛。哎，既然大家觉悟都这么高，那绩效奖金还要吗？要。你监听我们。别废话啊！有钱是不要，多少钱？石哥用自己的积蓄做空了泽城集团的股票，李泽城疯了之后股票大跌，加上杠杆狠赚了一笔，不多，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5000万。我靠，5000万！可以呀、啊。这次的任务大家都辛苦了，如今钱也挣了，仇也报了，那么就各自散吧。老大，不是说好当英雄吗？哎呀，老猫说的对，当什么英雄啊？什么林子，什么鸟，什么兔子，吃什么草，见好就收，重在参与嘛。来，我敬大家一杯。来来来来。看来你还是没有变。那么再见吧。再见。他竟然说再见。老猫他能说再见？他从来不说再见的。不管，反正我要跟着他。吃饭吧啊。行。等一下，你们有吗？有人说我是顶级魔王，也有人说我是江洋大盗，有人爱我至深，也有人恨我入骨。我不喜欢感情用事，更不喜欢牵绊束缚。我不习惯做英雄，但也绝对不是狗血。